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天还蒙蒙亮。然后我今天起来要跟我们教练，还有一起的同学去武冈考驾照了，要去3天，因为科目二、科目三、科目四一起考。老罗的话今天也要出发去杭州了。昨天本来一片心意想给他转些钱来的，转过去他退还给我了，他没有收。然后我昨天去就取了一些，然后我去偷偷的装他包里吧。我现在过来了，看他已经把他的行李都装好了，他的背包，然后放包里吧。我现在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了。6点多、7点就要跟教练他们会合，然后出发。好，你们俩进来啦！我去考试去了啊，我要去考试去了。你们俩乖乖的啊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出去啊，那出去，来，出去，快，快出去。起得真早，这几天练车真的是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猪晚呐、啊。现在开始打桩了，早上还挺冷的。哎，我说起来了，说起来啦，你帮我把摩托车骑到外面哦。我估计还在睡吧。老罗，我去考试了啊！你这么早？要今天去武冈考了，你几点的车啊？我还没，我就10点多去了。10点？那你不吃了午饭再走啊？成就能力，考出水平啊！好，我一定给你报好消息啊！好的。那你吃了午饭再走呗。还是。我走了啊，再见，拜拜。杭州见。那我灯给你关掉啊。现在出发了，啥也没带，背个包，里面装的化妆品。女孩子出门是真麻烦啊，人家老罗去那么久，就光背一个双肩包，我去3天就背了这么大一个包。希望老罗能明白我的一片心意吧。感冒了，有点流鼻涕。我现在到我们教练这里了，然后跟我们同学会合了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武冈，从我们灵关店去武冈的话，好像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。现在是7点，等到就10点多了。然后看下午什么安排，可能下午有模拟考，啊，加油！希望我们都能考过。勇哥把我送到这儿回去了，今天雾气特别大。我们现在到邵东了，然后嗦一碗粉就上路了。我吃牛肉粉，嗦一碗我们邵阳米粉。我们现在吃完出发了，加油，Oli gay！希望我们都能过啊。